6月17日，台媒直击郭碧婷挺孕肚逛街的照片，素颜现身的郭碧婷穿着宽松连衣裙，在好友的陪伴下来到宠物店，不施粉黛的郭碧婷看起来面色憔悴，怀孕后气色差了许多。据媒体采访，郭碧婷向左的共同好友，对方也称郭碧婷确实怀孕了，年初怀了，现在已经有6个多月了，预产期或在9月份或10月份。郭碧婷被曝怀孕6个多月，他们一家人选择低调，郭碧婷也没有晒出任何本人的近照。从好友之前晒出的照片来看，郭碧婷都有意遮挡肚子，怀孕似乎是呼之欲出了。郭碧婷一直是气质女神，喜欢小动物，看她看着手中的爱犬也很爱意，就知道她以后肯定是个温柔的好妈妈。向左郭碧婷没有官宣怀孕喜讯，但是对于她怀孕的喜讯似乎已经瞒不住了。更多时尚资讯，欢迎订阅时尚风向标。